果你问我新加坡是个怎么样的地方，我会用四个字来形容，国泰民安。国泰民安就是每天可以安安稳的吃我半生熟的鸡蛋，配上那香喷喷的狗屁哦，每天可以脚踏实地的做我喜欢的工作，不用为一家人的饮食起居担忧太多。在工作之余，和志同道合的同事还有义工朋友们参加有益社群的义工活动。每天可以见到人情满满，身边的人亲切的笑容，分享大家的快乐。在需要时，身边总会有热心的国人伸出援手帮忙。最重要的是，带回家看到一家大小身体健康，相亲相爱，快乐无忧，我就满足了。Let's go to Singapore Golden Jubilee. Happy SG50. Yeah!今年新加坡五十了，我也五十了。我给大家的生日礼物就是这四个字：知足常乐。感谢五十年的国泰民安，展望更好更多的五十年。Happy SG50, Happy Me。